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梅，你这俩手也太重了。怎么了，班长？我不小心用这个砸到他了。可你刚刚不还说没事吗？没事的，上了浩辰同学，这点痛我还是可以忍受的。况且小梅也不是故意的。不是，就一个气球，不至于吧？浩辰没进来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他这副德行？你们都别怪小梅，小梅心里肯定也难受。也没人怪小梅啊。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校医务室看看？